大家好，我是美乐，我是阿丹。我们这次来阳明山的一个豪华露营区，它是新开的，然后它叫做雀儿飞飞，然后它是在阳明山的青山游客中心里面。我觉得这边地方环境还蛮不错的。刚刚从停车场的地方开上来的时候，一开进来就有一种轻音乐，让你感觉到很放松的一个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好了，我 check in 好了。然后他这边的入住时间是4点，他3点半就有下午茶可以用的。然后他的客房时间是明天早上的11点。他这边有附下午茶、晚餐，还有明天的早餐。然后他入口的地方呢，就是有这个露营车的吧台，然后也是 check in 的地方。然后他旁边就是一个多功能室，像是吃下午茶，还有游戏室都是在这边。3:11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他们活动空间这里吃下午茶。然后我们这次是跟我姐还有两个小侄女一起来，他们现在在玩厨房。他这个下午茶，大人的话是可以点咖啡系列的，然后他咖啡会有附一个冰章，然后如果点冰的话，它就会放在里面；如果是点热的，它就会放在旁边，然后还会附蛋糕这样。咖啡，哎呦，冰咖啡配冰棒，冰棒好像有一点酷哦。对呀，好多冰啊，加上冰块的东西，巧克力的，哦，摩卡。然后这边还有两种蛋糕给我们选择，这样，然后就点了一个柠檬的，然后一个白香果。这边的点心呢，就是每个大人都有一份，然后小朋友其实也有，可是我们觉得我们吃不完，所以我们就点三个。嗯。冰棒蛮好吃的，还可以加那个牛奶冰棒进来看看。对啊，就变牛奶巧克力。嗯，酷，摩卡，柠檬蛋糕不错，棒蛋糕，这是老奶奶蛋糕。现在4点，然后我们就来刚刚报到入住的地方，报自己的名字，然后他就会带我们进去我们的营位。他在露营区就是走刚刚那个露营车的旁边。对，哇，很可爱耶。哇，他一区很大耶。老板，一个就在上面了。是啊，只是看不知道我们是哪一个。然后我们的这一间房间是105，就是在最旁边有这个 view 的。哎，我现在看到那个云海，那是雨吧？雨，还看得到文化大学。对啊，山啊，一层一层的，这个景很好。如果天气好一点的话，这景真的很好，真的很美耶。旁边有放鞋子。外面除了有放鞋子之外呢，然后它还有一个4人的一个位置，露营椅跟露营桌，然后还有假草皮这边，真的很棒，还有一个放雨伞的地方。对，我们的雨伞放进去了吗？我觉得这个外帐好舒适哦。对，我们进去看看。有地毯呢，这地毯就很温暖，你就是要有用地毯啊。这个是什么风？那个叫什么？波西米亚风。对，民族风。民族风。哦，床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了一个好像很厉害的地方哎，厕所。好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厕所。我觉得厕所怎么好吸引人的感觉啊？厕所很大。哇，这厕所很豪华哎。这帐篷里面有厕所很难哎。还有两个小朋友在那边跑也很难。然后看完厕所之后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它这个帐篷里面有什么。有2个双人床，你看它床头柜也有插座，在厕所的前面这里就是有盥洗用品，浴巾、毛巾。他说那里有茶壶。那这次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 Luna Go 的洗脸机旅行用的这个小小的，你看它这个很小，这么小一颗，它就可以直接放在化妆包里面。然后最近这个 Luna Go 的洗脸机是我自己也蛮常用的，因为我们上次去骑脚踏车啊回来啊，就是脸上都会有一层灰，就是脏脏的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会洗得比较干净。然后它这个是有震动的，流汗的话像是脸上的毛孔都会有一点堵住啊，所以我觉得
这个 Luna Go 可以把毛孔的脏污盖出。我觉得这个有比这个单纯用手这样子洗还要干净，因为像是鼻头粉刺啊或者什么的，用这种洗比较干净。然后我拿到的这一颗啊是敏感肌用的，刚好是我也是敏感肌，所以是用这个都很适合。那我们分敏感肌跟什么肌？跟一般的中性肌啊，或者是油性肌这样。哦。阿丹拿到这个是男性专用的。哎，这个可以洗是不是？它这个可以洗，因为它这是细胶材质，所以它没有耗材，它就是不用换刷头。用洗面乳有起泡之后，然后就用这个刷头可以按摩脸部。你想要加强清洁的地方，就弄久一点。像是我想要清洁鼻子久一点，我就在这里放久一点。然后这里很干净，毛孔有透气的感觉。它这个背后有这个纹路啊，就是你在用精华液的时候可以用后面这样子按摩。这里要干净。它这个很小一颗，然后它充电啊可以用很久，因为我拿到了一个月我都还没有充过电，大概有用了好几次了。然后这个旅行用真的很方便，很喜欢。然后像是露娜助理啊，就是比较适合在家里使用，因为它就不用携带出门，可能像是手掌那么大台。那像是我啊，会骑机车，然后或者是我们会一起脚踏车，然后脸啊都是很脏，然后这边都会很多粉刺。最近我也开始在用这个洗脸，就洗那有粉刺的地方。它这边其实就是一个园区，对，它这个园区很大，里面就有很多生态环境可以看。他们这里有很多鸟类，所以它这边有餐厅，然后有露营区，然后有可以泡温泉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般正常的住宿。然后它这边一楼呢是一般公餐的地方，那露营区的呢就是往下面走。哇，露营桌跟露营椅耶。这个是Buffet式的，然后看起来还蛮丰盛的，蛮多东西的，还有田螺。哇！还有什么？大象。大象。其他的。哎，它这个有这个。好。它这个比较喜欢。我也想要这个。我刚才看它热食也是很好吃的样子，嗯，有烤鸡，然后有排骨。它这很温馨，木质的。嗯。我觉得它的餐点蛮不错的，有很多不同的烤蔬菜，然后玉米笋，要吃饭啊，或者是这种意大利面也有。烤鸡，我觉得烤鸡很好吃。我觉得这很丰盛的，而且什么菜都有，它又有蝴蝶面啊，然后还有炒饭，然后连田螺都有，还有这个。然后还有蛋蛋。有吗？你有烧蛋蛋吗？哦，对，小的鸟蛋。佩宇，你有喜欢吗？有。你最喜欢哪一个菜？蝴蝶姐，很像饭店的露营，很轻松的露营，饭店的露营。好，感觉怎么样？很不错，而且它在这里的桌椅也都是用露营的桌椅，还有露营风格，对，然后又不会到很累。我只是想到不用洗碗，真的。而且东西也很好吃，对。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，它这边有非常多贴心的东西，像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叉子啊，有分不同种，然后还有盘子啊、跟碗啊的白色。啊，对。然后小朋友也有小朋友的碗筷，专用的碗跟盘子。嗯，吃的啊、甜点啊、水果啊都很不错。你看它这个露营的椅也是好坐的露营。哎，你洗完了感觉如何？我觉得那个洗发精跟沐浴乳很
很不错哎，那个味道很温和，你喜欢吗？喜欢，对不对？我们看，很疗愈的味道，这个味道。你妹妹在干嘛？我妹妹在吵。拜拜。早安。我们今天要去吃早餐，对不对？在下面餐厅啊，早餐的地方呢是从这边走下来，是走另外一个入口进去餐厅，就在这边走进去这里。然后早餐的供应时间是7:30到9:30哦。它这里的早餐就是有中式的粥，然后还有西式的吐司，还有一些甜点、水果，然后还有热食。你用什么？粥，还有三明治、鸡块。饮料有牛奶、果汁、豆浆。慧丽，你在吃什么？吐司，他们在吃吐司。我拿了粥，还有一些菜。还有吐司。在退房前，我们来玩这个寻宝游戏。它这个寻宝游戏呢，就是可以在它这个园区里面呢完成任两项，然后就可以兑换小礼物。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歪形树枝，那还少一个哎。一桶的花，后面就有花了。一桶、哦、一种、两种、两种，有两种，然后还有金针花，三种。三种，我们没有遇到蓝雀，有其他的人早上都有看到，真的、哦。他说他们太吵了，然后就看一下。哦，那个是蓝雀的声音哦。对，然后就出来看说啊，是蓝雀，他们都是一群的吗？对，他们都一整群，声音蛮大的。哦，有听到声音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换这个声音。跟比赛使用同等级的飞盘，哇、欸！然后上面有我们的 logo， 就是可以带着小朋友。好可爱耶！好，那我们现在要退房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很不错，我也觉得蛮不错的，而且因为非常的新，然后地板啊，就是一进去房间的时候，真的就哇那种感觉，然后一踏到上面的地毯，就觉得哇好开心哦。浴室也非常的大，嗯，然后如果这边好天气的话，这个园区其实是蛮大的，很适合去探索一些大自然的环境之类的。那我觉得它这个园区的设施很不错，从它一进来的这个一个广场。休息的地方，吃下午茶的地方，然后到他的房间啊、厕所啊，然后还有他吃晚餐、早餐的地方，我觉得都很用心，然后布置得很好，嗯，漂亮的一个地方，很舒服。然后晚上呢，在他客厅帐那边，然后我那边看电视，其实也很不错。对，在客厅帐那边嘛。好，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喜欢我们。